您好。哎，您好，我是这大夫，不用排了，你跟我进去吧。不用麻烦您，我排队。大哥，你先走吧。大哥，不麻烦，走吧。慢点，慢点。来，您坐这儿啊，慢慢的，哎，坐着。稍微低下头。哦，多大岁数了？五十了。五十了，怎么来的呀？我自己打车来的。哦，自己打着车就来了。您看看这是几？三。意识清醒，语言无障碍，行动自如啊。您这刀是怎么就插进去了？就是几个朋友喝酒闹着玩，不知道怎么就上了。喝大了，嗖，玩飞刀呢吧？雷大夫，插刀教的吧？忙你的去。嗖就插上去了，不知道他怎么就飞我脑袋上。还是挺危险的，给您家属打个电话吧。啊，不用，大夫，您给我拔了就成。小刚，哎，带他去做一个脑部 CT。再请脑外科会诊。我推个轮椅去。不不，我跟你说，我能走，我跟你说。慢点，慢点。哎，大叔，大叔，我可跟您说啊，伤在头部，现在看没什么问题。可是你要是乱动乱晃悠的话，很有可能会伤到脑组织和脑神经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，不就是拍个 CD 吗？我自己去就行。哎，我陪您去。哎，前面能不能回个头？回个头，慢一点，哎，让一下啊。哎！哎呀，我们来了！哎呀，西西，朱莉阿姨，哎，你怎么又把他带医院来了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多乱呢这儿。今儿周六，他不上课。他爸呢？他爸上网发去买金子去了，金子又降价了。你不知道吧？有金条攥在手里才是王的。西西。给你妈纸，让她擦擦她那哈喇子。哎，鸡汤给你打包的啊，你不能老打点滴，得食补。我又不坐月子，我喝哪门子鸡汤啊？你爱喝不喝？不喝给我闺女喝，看着她点啊。你干嘛去？我干嘛去？我都快忙死了，我得带那个汪小涵到处看看去。哪个汪小涵？夺主人刀那个。夺刀？夺刀干嘛？你不知道啊？昨天。在手术台上，一个患者肾脏破裂，主任缝不上了。那个臭小子在手术台上把刀夺过来，咔嚓就把肾给切了。啊？他还什么啊？我昨天跟你说，你没听见啊？哎，真想不起来了。哎，不行，累断片了。哎呦，这急诊真不是人干的活。我决定了，辞职。嗯，我支持你。真的？真的。等我把金条攒够了，二套房一买，股票一解套，我就陪你辞职，靠谱吧？我说的是辞职，不是退休。我差不多。走了，看着他啊。哎，不靠谱。雷大夫。哦，先等会儿。您头上这刀啊，已经刺穿了颅骨，不过呢，没伤到大脑功能区，所以您说话、行动都很自如。但是伤毕竟在头上，咱们还得慎重。我去请神经外科的大夫来帮您看看，他们比较擅长处理这种情况啊。大夫，我说没事吧，您给我拔来就行了。拔，早晚得拔，伤毕竟在头上，还是慎重一些。耐心等会儿啊。这都没事儿，人品也太好了吧！你这真是闹着玩弄的，要是有什么冤屈跟我说，姐替你做主。你没事吧？进来。
哥们儿，你找我。王医生，来坐。今天呢，找你来主要是想跟你道歉的。坐坐。为什么？本来啊，我要召集本科的所有的医生，大家伙聚在一块儿给你办个欢迎会。可是实在大家太忙，凑不齐。我看这样吧，改天我单独请你好好喝一顿吧。啊，喝酒那您可喝不过我，在林区啊，我只喝一种酒，小歪嘴儿。我一气儿啊能喝两瓶。你太能喝了你。要不这样，过两天我哥们从林区过来，我让他捎两瓶，我请你喝。行行。对了，张院也去过你们林区吗？没有。没有？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啊，谢谢。我们俩不认识。不认识？啊，是这样，因为患者周瑜的情况非常特殊，我就把他的资料还有我们林区医院的情况放到网上向张院长求助。嗯，哎，没想到他立刻回复我了，并且呢派直升机把我和患者从石家庄给送过来了。哦，就这样？就这样。我呢看过你的资料了，以你的学历还有你的能力，你大可以在更大更好的医院待，你怎么会跑到林区那个小医院去？所以我就来这儿了。那又为什么呢？因为您。我是这样，其实骆主任，您的资料我也非常清楚，所以我非常想在您的手下好好工作。老了，老了，我们这儿就需要像你这样年轻的悍将。可是这些年轻人呢，都是来来去去的。骆主任，我跟他们可是不一样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在您的手下好好工作的。那就好。对了，你找到住的地方没有？现在旅馆凑合两天了。哦，我们医院条件不好，他没有宿舍。我在医院后头有一个老房子，本科的医生们，他们如果值夜班晚了回不去家的，都在那儿睡觉。他们管他叫105。105。我让他们给你腾一间房出来，你就在那儿凑合凑合吧。谢谢骆主任关照。嗯。那我先走了。嗯。主任，嗯，谢谢你。还有，我希望您能够抽出时间去做个全面的体检。谢谢你关心。再见。听我跟您说啊，连续三天到医院进滴消炎药，7天以后来拆线，千万别沾水，也别再跟那帮人再闹着玩了啊。那我可以回家了吗？可以了。哎呦，慢点。哎，您慢点，我扶您。没事，我能走。没事没事，我扶你。哎，苏大夫啊，还没回家啊？您还没走啊？你应该去休过长假，好好的休息一下。你可能不知道他们给我起的外号。什么外号？小强。小强。啊，我是打不死压不垮的小强，我是随时随地满血复活的小强。苏大夫，请苏到抢救医室。我烧伤的病人。烧伤的病人。怎么了？痰堵住了，吸不出来。血氧几乎测不到了，气管切开。是，苏大夫，这患者身份没确定，家属也没到，这费用怎么办？先救人。省立医院来的。林区日。一颗卡因两毫升，一颗卡因两毫升，来不及了，切。
给我两盒生盐水。胆子够大的。我胆子大吗？在气管里呢。你不但胆子大，还挺能装傻。为什么？你昨天处置是对的，但是方法有问题。我来急诊中心工作九年了，从我报到的第一天起，骆主任就是这儿的主任。你昨天这么做太伤他自尊了。你笑什么？自尊在神明面前就是个屁。他不是个屁。习惯成功。哇塞，怎么可以这么帅？太帅了！西坛，接呼机。是。傅大夫，如果换成是你，你会怎么处置？还好，人有两个肾。